的呀？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跳大绳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。素花都没有来，还惦着这个，真不禁念叨。我来了，哪个是你的？我这是急眼的家巧。于老师小时候照片。哎，不是可爱，我怀疑。我也别照镜子了。谢谢啊，观众们老买东西，让我们特别的不好意思啊。是，还有没有？还要啊，是的。有时候你要不说一句，人家不好意思，是吧？挺晚的了，你们还都没走的车怎么弄？啊，老话说得好啊，嗯，人叫人千声不语，或叫人点首自来。是，说相声，卖票。老百姓捧你，花钱买，你得好好说。对，这一场完了，就得琢磨下一场人家还来不来。哎，自己演什么呀？得努着把子力，好好的干。对，斜着歪着不管用。那是，四家说相声对着打擂。嗯，这家卖票，那三家不挣钱，怎么弄？急，写匿名信啊，告黑状，嚯，上网骂街。哎呀，那都不管用。那是不解决实际问题。对，他们是没问我啊。比如说啊，有一天啊，我说相声不行了，嗯，德云社不卖票，哦，对过来一家，嗯，叫大老王相声社。哎，是什么名字？这哇，他那天天乌泱乌泱的，嚯，300人园子，天天挤进1000多人去，火了。我给消防打电话，啊，劝他别这样，好好干。哦，咱们得努力啊。跟人竞争啊，得竞争。实在竞争不过了，有一窍门，怎么办？把于老师勒死，挂他门上。嚯，把我喝出去了，我讹他。哎，对，就说他弄死的。哎，损透了。你们大伙儿都没明白，你看，还是死者本身。哎，这我出去喊冤的还啊，想出来。但是那儿又不是办法，他干不了了，我也干不了了。就说是，我这旁边没人了，啊，就摆一绿珠搁这儿。哎呀，嗨，做买卖不能来歪的。对，凭能耐吃饭，走到哪儿心是干净的。对，是不是？做生意也是如此啊。嗯，有的做生意不敬，哎呀，不敬人，不挣钱，这怎么能着急？没买卖，瞎出主意，想想，哦，想想你的经营，哦，想想你的业务哪儿不对。哎，胡琢磨，总结这两家服装店都卖服装。好，这儿一家那儿一家，对联啊。嗯，他也卖服装。是，有竞争啊，得竞争啊，得琢磨我得进什么好的服装。嗯，这才行。歪着鞋子管用吗？得良性竞争啊。哎呀，他也卖服装，我也卖服装。嗯，我怎么让他干不下去呢？这什么心眼儿？找高人给出主意吧。哦，高人说你这门上贴2块镜子。镜子照着他，哦，这是，哎，照着他，有什么邪气都照到他那儿去，照妖镜，哗，这两块，你摆着，人家对过不傻呀？对呀，人对过经理出来天天看自个儿，以为掉头发了呢。你最好照着词儿说。照镜子干嘛？你出门对面的镜子，看着别扭。开始照还行啊，有2天就明白过来了。是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没别的好心，就是照着咱们呢。嗯，找高人。哦，高人来了。哎，坏了。嗯，他这是跟你施法术呢。哎呦，那怎么办？他呢？买4块镜子，多一倍，啪，4块。是，你2块，我4块。嘿，你照着去，反着。对过经理出来了。都这么缺心眼儿的，找人。哎，这就明白。请高人，还找人？高人来了，6块，又加2块，六块镜子，对过这怎么办？怎么着？请高人。好，8块，这就不用高人了，这就。就加俩镜子，要什么高人呢？你们能提供一笔表情就可以了。8块，好，
他们两家打架，嗯，救活了四个活人，卖镜子的活了啊。后来还不行，请高人啊，高人说我给你来八卦，哎呦，真有高的，画一八卦哦，咔咔咔咔，贴在大门上。熟，这样吧，咱也来，咱们来阴阳鱼儿，画阴阳鱼儿，画啊，挂上太极对过这写，姜太公在此，哎呦，写上这边，泰山石敢当，好嘛，对过来个老虎脑袋，都放这边，摆痰盂儿，哎，痰盂儿，实在没什么可摆的了，哎，雾都上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请高人，哦，高人来了。你没事，把你这商店里边的格局改一下，哦，变变，大门封死，把窗户捅了改门，不折腾啊。